와. 有港人在社交网站发文，说7月12号在中环一间 Omakase 名店吃晚餐的时候，发现安康鱼缸竟然有一条长约3至4厘米的寄生虫。事主形容当时条虫翘住支筷子，他还以为是萝卜丝添。事主说自己曾经三次礼貌地向店员反映情况，但店员不停逃避，完全没有解释，只是说等待厨房的回复。到最后事主埋单之后，厨房方面回复竟然是今日好忙。这餐饭两个人成为4268元，店方的回应梗是辣庆事主啦。事主在贴文中形容非常差的用餐体验，如果可以我会给他们零分。